带着乔乐兹逛春天，先是这种黄色的。甜甜圈，还在这边是什么？我们先拆一个蓝色，是一个眼珠糖。再拆一个绿色，小蛋蛋棒棒糖。你们猜金色是什么？是一个小鱼塞饼干。里面有巧克力。你们猜金色是什么？是一根曲奇蛋。有一个小贴花，把它贴到手上。小戒指。有一包糖果，把它吃掉。